Hello， 太快了啦，没关系吧？不会关键自我介绍一下。这时候对，反正我决定跑人，等人进来，我们再说我们是谁。不行，我要先你要先讲。我是雅雅，有待会人进来，我会再提醒你们。我是雅雅，我是婷婷，唐婷婷 ，Hello， 你们有人现在在虾皮？对，我们现在虾皮购物。现在分享。哎，快点分享啊！你们进来看的人，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有好康，所以你分享就做功德。有厉害的东西，我告诉你。对，你如果不分享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啊。不行啦，请分享。嗨，要分享好吗？郑秀红、方静，你们好。Hello， 快点帮我们分享，因为我们今天有好康，为什么所以大家来看。哦，我看到，我自己偷偷按个赞。好，我自己偷偷按个赞。哎，快点跟我一起分享。Hello Kitty， Hello Hello， 你们好。我们今天要介绍厉害的东西，但是我们先还有好，我们今天先跟各位聊一下。哎，我刚刚分享去哪里了呢？对，我也正要分享，我看有点忙，忘记了。嗨，大家好，我是雅雅，我们是在不疯狂就等死的雅雅跟唐婷婷，雅雅跟唐婷婷。对，耶、yeah, ！我分享了，好，我打一下，让我打一下。反正现在大家刚耶， yeah, 我正在分享的位置。那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现在哪里吗？我们现在在虾皮购物，对不对？虾皮拍卖，虾皮拍卖，虾皮拍卖。OK。那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介绍就是很厉害的东西。有多厉害？超将你厉害，那可以吗？宇宙霹雳无敌这么厉害。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要是3C 类的东西，3C 类的产品。嗯、那我们等一下，啊，现在差不多可以介绍了，差不多可以介绍、嗯。等一下了，我还没分享哎、欸，快来看虾皮。对，看，快来，正在我们好。有今天的话，分享了。哎、嗯欸，你们有没有分享啊？快点按爱心。分享喽，分享喽，我已经分享完了，你们记得要分享哦。Hello， 大家今天来这边看我们的伙伴们，新朋友，你们好。哎、欸，好可爱哦，大家都有看。好了，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第一个产品。对对对，介绍第一个东西。哎、欸，我是雅雅，她是唐婷婷，我们在虾皮拍卖。因为人数不一样了，再提醒一次。那人家不知道。好啊，来，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AnyCast 对不对 ？AnyCast， 对，我们要表现我们英文很厉害。对 ，AnyCast， 今天来到婷婷跟雅雅的英语教室，好，跟没有关系。我要介绍三 G 产品，婷婷跟雅雅三 G 产品介绍教室。它有什么功能呢？你们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有玩直播、有玩游戏、有看电影的人啊，都喜欢说手机荧幕小小一个，然后有些人就是手机又比较。对，你们知道的，不知道不方便，不行，不要，就是会看不清楚，想要把它放大，对不对？那我们大才爽，想要直接把它这样子连接上去，然后就超短 K 那个看得超舒服，超短 K， 这就是电视的好处，在家里买一台电视，42寸电视，现代电视又没有这么好看了，不能这样讲，哎呀，你要被封杀，我们要讲什么？没有认真听，对不起，对不起，好，反正就是说它就是很厉害就对了，然后它可以把那个。就是你手机的里面的东西可以直接转接到电视上面，那要怎么使用呢 ？OK， 这厉害了，它里面有这个线线来，丫丫哦好，对不起，哇，这里失控了哦，这边有线，然后它是直接，它这个线是直接可以做跟电脑连接的，就是这个它手丫丫手上的这个这一盒，哦呀，就这个，对，然后它直接连接上去之后呢，上面有这个我们的招牌，叮叮。不是、啊、你开 WiFi， 你就会先看到这个名字。WiFi AnyCast 什么，你的序号可能会不一样，像这个什么79巴巴，让我们看一下。手机先打开 WiFi 哦。手机这边看一下，看得到吗？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对，然后就看它的粉刺了。不要。然后你会看到 AnyCast。AnyCast， 然后它哦连上了，哇，好快哦。嗯。连上了之后呢，我要去然后扫 QR code。对 ，QR code 这边有 QR code， 有看到吗？QR code 点开，我要去扫咯，我要去扫咯。哎、欸、喂，你在这边不是等一下吗？对，哎、欸，扫到 QR code 之后会跑出来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点，我连家用 WiFi 嘛，对不对？然后我连上了，真的就连上了。OK， 聪明的孩子，我相信你们一学就会了。回去放什么？这个放在 U P 那个。这个是用说手机型号，只要是 Android 或 iOS 都可以用。全部都是可以用的。对。好，我连上了。所有手机都可以用，除非你是山寨版。对。那现在可以示范一下如何把手机连到电视荧幕吗？好。好。
如何把手机画面连到电视屏幕？你就点进去，对，然后要输入密码哦。他的密码刚刚在连，他连 WiFi 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名，就会看到这个名字，点进去之后就有密码。好，来连上。然后我们现在来使用一下，要往上面一点。哦，对对对对对、啊，哎、欸，林芝芝，按这个，按这个 AirPlay 这边点下去。然后就连到电视，然后按影像输出就有了。你看有没有跟我的画面，就是电视跟手机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们想拿它来玩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来玩，如果我们要抓卡比兽，就会放大。不是，大卡比兽。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更厉害的东西，我们要拿来玩。我来了，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第一个，我刚刚就是很想玩这个。江江，厉害哦！这是什么？江江，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叫做 VR。你冷静，这是什么 ？VR box。那它是可以怎么玩呢？哎、欸，你们知道现在就很流行那种玩什么？就是视讯之类的，不是360。我们可以360度旋转的那一种，你在视讯里面看到可以360度旋转、嗯，可是你要先从手机面下载 VR 的所有的游戏程式、欸，所以来给小可爱看 YouTube 很方便，对哦。来，你们看。我刚刚就是昨天下载了这个 VR， 因为为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太嗨，就是让雅雅来玩一下，因为听说这样子玩的都很像神经病。哪有？是很专业。这个VR， 然后这是未来趋势哎、欸，傻傻。它是游戏，来，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我手机都已经转到电视了，雅雅让我们大家看一下，电视后面已经有我们的游戏了，好不好？它怎么已经开始了呢？对，然后你有开手机声音吗？有，我有开声音，你就直接把手机放进去。VR 这边有一个那个东西，你把它拉出来，然后把手机放塞进去里面。修蛋姐，修蛋姐，修啾嘞！哎、欸，有卡住卡住卡住，我来卡哈。好，太厉害了，有没有？哎、欸，它是要往上推到底吗？点一个，要先点对不对？嗯。哎、欸，好聪明啊！这是值得。好玩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就让它装一下。对，就让它，哎、欸，没有，它其实方便，它就是把手机夹进去里面就好了。对，看一下，看一下，放进去里面。它就是这个壳子，就是从里面弄出来的嘛。这边拉出来。要不然拉出来，手机可以上去，然后把 VR 的游戏打开之后再把它。哎、欸，大家都好像很想要，我一直在抽我。今天直播这些商品都有直播特价哦。对，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我跟雅雅的存在，好吗？没有，也不是因为不能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里面的产品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还有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产品都有特价哦。所以你没有留着看完的话，就是没有跟上，就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是不是？你要掉去哪？哎、欸，我跟你说，我现在会不敢走，因为我现在。在玩是吗？他有事吗？然后我监控上面还哎、欸、好酷、哦，上面还有，这好智障、哦！我告诉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看着人家说你有事吗？你看有那个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有完全清楚，他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里，然后觉得自己这样子超美的。对，哎、欸，好酷哦，好酷哦！怎么样？怎么感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你、欸、还有人在看我玩，我在看那些。等一下，我先帮他上面的小姐。今天有人发他来吗？你是谁啊？哎、欸，好屌、喔！今天有人发他来吗？可以请他离开。内、欸、裤套在头上。哦，你是雅雅对不对？好像内裤套在头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拍得到吧？而且我刚刚发现它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像我们平时啊，我们戴蛙镜有没有？就是戴久了都会有那个痕迹，然后眼睛会很痛，眼压会很高。哎、欸，对，它这个东西你们看，这个是完全是软的，然后就很符合人体工学。像我们戴蛙镜，就像我刚刚说戴蛙镜什么，然后就会有印痕，然后很痛，然后眼睛这边会很酸。它这个是软的，你在这边戴着睡觉当眼罩好像都可以啊。不是，它主要功效不是这样，好吗？就觉得它，因为它这个真的是材质又很不错。而且它可以很有事，不然我来看一下好了。你怎么会这样？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刚刚那样太神经病了。我觉得我不会这样，我觉得只有你带他去看看呐、啊。这样子说，不然我试试看好。好，你现在在看什么？我现在 在哪里？我现在轨道上，哇哇！等一下，在哪里？你在干嘛？你有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轨道，我现在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还没啦！你好漂亮，快了，快了，我觉得你速度很慢，没有刚刚的快。哎、欸，你看旁边，你看旁边，你看旁边。我有惧高症哎、欸，其实我惧高症，我这样看已经有点害怕了。好啦，我觉得如果没有，如果在家里要自己玩这个产品，就是要旁边要有人帮你注意一下，因为他真的是看不到外面的东西在干嘛。我刚刚有很神经病，就很有没有？应该走你。你现在还是像个神经病啊！然后反正就是在那个要玩的时候，旁边要有帮你注意一下，因为你真的会深入其境，陷入在里面。对，好，我现在好了，像这个东西，好了，
爸爸，我怕爸爸妈妈说小孩子看到直播会太想要买，然后太想要买，我就把它藏起来了。对，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我就偷偷不告诉大家说这东西其实都很平价，然后其实小朋友大人都买得起这样子。男女老少，我就对对对，我就不想跟你们说了。对，因为我怕这个会上瘾。哎，我要再介绍这个我觉得超酷的。最近好像很多很，哎，我好像笑了。最近超多。最近超多美女网红网帅啊网美都有在拿推这一支，没错，就是这一支，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你们有人知道这一支是什么东西吗？可以留言吗？告诉大家一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你打开让大家看一下，知道它多么厉害。来，喂喂，哎呦，咚咚咚咚咚咚 ，Hello， 咚咚咚咚，我告诉一下大家，我告诉你们，哎，这是不是坏掉？我怎么可以？喂。再试一次 ，Hello， 来投下去，下去干嘛？你要干嘛？快点，不要在这里叫人家下去，投下去，我不要下去，不管，太害羞了，不行。好，那你过来，好，说话，嗨，我现在不，好，哦，原来我拿伞了，哎，谁帮他来的？推他通告费，好不好？拜托一下，这不科学啊！我们拿麦克风不是通常长这样吗？对啊，你看人家都知道说反了，就只有你不知道还拿那样。厉害，蓝牙音响麦克风。对，我跟你们说，这个它是可以连手机的蓝牙的。那当你连上蓝牙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欢，比如说有些欢唱的 APP 啊 App 有没有连上之后就可以，它的这个声音是可以直接录进来的。麦克风最有效效果是什么？欸、就是 echo 了。对，就是 echo。像我们唱歌不好听的人用 echo 就是对了。echo 很重要，要开到最大哦。对，用 echo 之后，你就觉得说，哦，自己声音有点美妙了一些，而且它都是可以调的。你可以把声音调小一点点，大声一点点，然后 echo 也都可以调。那这个今天在直播中都是有特价的，哎、欸，大家可以看听。重要，我跟你说，特价，这种特价，哎、欸，而且我跟你说，像这种东西，我们在家里都会很想享受到有 MV 版的。对 KTV， 自家版的 KTV 舒服啦，你想吃什么就想干嘛，跨脚就跨脚，有没有？因为你们现在要是唱自己家里的普通的 KTV， 通常都是有很就是 很多人都说你们拿反的，没，这才是正确的，你们这群傻瓜，刚刚跟我一样傻。傻瓜，没有，你就这样子拿，看有没有声音啊？发现这没有声音的话，这个是喇叭，这放出来的声音，这个是收音，而且它可以直接放在桌上，看，直接放在桌上，有没有多方便啊？就不用这样子拿着手酸，有没有？这样也可以讲话。哎、欸，大家都知道这东西耶，麦克风多少钱？我跟你们说，我麦克风跟你们讲，你没有看非常是这个 the void 哦，来了，我跟你讲，这有 void 跟 echo 跟电源，好。我只能告诉你，今天有特价，有没有？你想要知道多少钱？我们有连结，网址内有李连结。李连杰有连杰，好吗？还有连杰都可以去点，好吗？知道就说这个价钱这样子，而且很便宜耶，这价格真是经济实惠，料好实在 ，CP 值超高。这样是卖菜就对了，叫卖机。你今天早上还没去买菜，今天还没冷静。你也想要这个？哎、欸，我个人觉得这超赞的，而且就是你能加买个两只，然后就全家还可以合唱，男女对唱，爸爸妈妈大家一起唱、欸。那我如果我现在用 YouTube 搜歌，然后我在后面就是显示啊，对啊，我们后台连杰这个东西。对啊，超屌，我们就直接来唱 KTV 了，好不好？对，就这个连结，然后就大型电视，对，然后就可以在家唱 KTV 耶。等我一下，让我连起来。哎、欸，这超夯的，因为我有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哦、对，我每次都忘记。喂 ，Hello， 哎、欸，我怎么？因为你把它关起来了。哦，对不起。笨蛋，好笨哦。哎、欸，你看 Echo 好。哎、欸，你们现在可以点歌，我告诉你，我们先。哦，我们要小声一点，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小声一点，我们爆音。我们两个太嗨，我们两个每次和在一起就讲话就是特别大声，就笑了。哎、欸，这个搭配这个超屌，然后再买个两只，全家家里都可以在家里唱 KTV， 而且价 CP 真的超高哎、欸。就是在家里没有钱出去唱 KTV 的时候，也不要让朋友知道说自己比较没有钱。对啊，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唱。自己在家里设备都这么好，人家觉得哦你有钱人，有没有？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哎、欸，好多人想要，哎、欸，我想要泡沫美丽的哎、欸，来泡沫是不是？哎、欸，我不敢唱泡沫算了啦，这首歌、欸、太点歌要点一些两个可以做到，不然我觉得你们会对我怕你们就等一下痛苦。不要这样煎熬，这就不能点，你真的会很煎熬，这不能点。对，说，来，我们来点个什么嗨一点的好，点一个嗨歌吗？还是点一个我们唱比较不困难的歌？家里为什么家里有小孩就是这个很重要啊？就不用带去 KTV， 因为你知道带去 KTV 就很多人，然后小孩又跑跑跳跳，在家里自己唱多好啊。Hello， 哎、欸，我们亲爱的手机。枝叶草的好想你，好想你，好你很会这首，对你聪明。好，我来。会被当棒棒摇，哎、欸，还蛮好笑的。哎、欸、哎、欸，我想问一下，这怎么充电呢、啊？
就是直接旁边插着就可以充电。USB 可以充电。哎、欸，这超方便，它就直接插着，然后现在那个转接头，你只要就是一个头，然后用 USB 的那个，厉害了，厉害了，全部随便插都可以充电。哎、欸，红蔷薇、白玫瑰，你竟然敢点？这是萱萱的，对啊，最厉害的歌。要给我你好不好？小心。哎、欸，你的歌哎、欸，你的。手机可以摆横。对你手机摆横的有没有、欸？你点的这个很烂哎、欸，我要有 MV 的。你要有歌词啊？不用有 MV， 它就会有歌词。哦、oh。你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KTV 版双脚，双脚情。哎、欸，他这个手没有哦，还是你要别的？先说好，哎呦，随便一首来，好来。啊，我要点马来西亚，你知道不？不要乱，不要乱点。哦哦，好。哎、欸，那就这个好了。他就是有歌词这样子嘛，好不好？真的，哎，这边，你有没有很厉害？他其实就是他有麦克风，看你有麦克风，你要过来，看，因为我要唱给他们听，所以还是算了。他有麦克风这样子，他有麦克风，然后后面你手机因为连接上了嘛，有没有？百恒的电视整个超大的，哎、欸，我觉得很酷哎、欸，完全就是很麦克风的概念，因为就是在家里就是可以连接，因为我们以前在家里都没办法直接组一个这个来看镜头下，你的脸就是一直、对他们想看你从泰国回来晒得多黑、好不好？哦哇，我现在是泰阳，那我要来唱一首泰国情歌给你们听，萨瓦迪卡。他整个晒很黑，然后就哎、你在台湾晒那么黑，你是对我告诉你，我还不如去泰国晒，这个人就是不要脸了，你知道吗？我在工作累的要死，晒成这么黑，然后他去泰国玩晒黑，还好意思说。总之呢，我们今天就是实在是太开心来到这里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康，对，九九虾皮购物节是。在九月九九虾皮行动购物节哦，九九虾皮行动购物节什么意思？虾皮九九行动购物节，我是不是刚刚先说九九你九？喂，小编，哎，小编，我跟你讲，我们刚刚是说虾皮九九，小皮说是九九虾皮，什么意思呢？快点去念小。是在我们的九月九号那天有什么活动？所有的东西都有折扣，折扣，这个用 echo 讲一下，折扣哦，有折扣，对，这样讲很可怕，对，在我们九月九号就是会有折扣，这样子在虾皮，看一下倒数几天，虾皮购物对吗？今天九月六号。虾皮购物，九月九号在虾皮拍卖，虾皮拍卖，对，虾皮拍卖在三天了吗？我们九九虾皮购物、我跟你讲，我刚刚跟我发现超多人都有下载虾皮购物这个 APP， 因为它实在太方便。我也有啊。对，而且买东西运费什么，我觉得它的 APP 程式设计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九月九号那，你们这几天就可以下载，然后可以去熟悉一下程式，然后就在九月九号那一天不用也啊，这几天其实就可以买了。其他的操作方式很方便，它其实里面就是虾皮九九行动购物节，谢谢刘佩琴。对，而且它其实里面东西应有尽有，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它都分类的很清楚，比如说有女性的东西、男性的东西，还有三 C 啊什么的。是我的话，我一定是购逛那个女生包包那一类啦，我是不用问了，是不是？你是阿凯装，女生最会买。我告诉你，这个没有分类，女生什么都会买，点开里面全部。九元吗？我们可以要求一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可不可以在我们那天应该都拍卖是不是，对，拍卖超应该都超便宜的啦。可是里面主要的东西本来就比外面便宜，我觉得。对，而且它不但便宜，当天又有折扣。对，所以它原本就便宜，然后又折扣。对，它有便宜又有折扣，你看折扣讲出来后面就有声音了，是不是？九九免运吗？哎，所以我跟你讲，你们就是要强烈的 follow 这个事情，因为。我来看一下，欸，你们那天有什么什么？有什么？赶快揪朋友，你们要去买东西的。九月九号那天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我们亲爱的厂商，没有，就是要当天，就是秘密天啊，这么盛大，每天都在拜，欸，所以其实大家很会玩。欸，男生的钱比较好骗，女生的钱比较好骗啊。男生帮女朋友买东西，男生帮女朋友，其实都一样，所以是你要有个女朋友。哎，没有，你有什么妈妈？你没有妈妈就是你有姐姐嘛？没有，都没有，没有关系。你还有邻居朋友，旁边小美好吗？小美还可以送，不然我们两个也是可以啊。对，我们两个也可以啊。所以不管男女老少，大大小全部都要下载。那其实全部都是可以，而且就是当你觉得缺少什么东西，里面奇怪，搜寻一下就是有就对了。可是这个东西是今天，这两个东西是今天就是连接就那个特价，有特价，哦，所以说你们今天赶快去下载这两样东西。来看一下，还有一个，这个就走这两样东西。哦，我们这两样东西，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再讲一次，是两样东西叫什么名字吗？哦，这个叫做 AnyCase，跟我们这支麦克风啦。那你们想知道
多少钱的话，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就是这个直播的文章，对这个连里面都很连接，可以点进去，然后可以知道说里面有什么。哎、欸，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很聪明哎、欸，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要在电脑上面看看这些东西，都要插很多条线，什么黄色、红色什么一大堆的。这我就不能用，跟要用过。哎、欸，我跟你年代不太一样。有人说你们两个很像购物台天后。真的吗？谢谢。什么天后？天后就老了，我们两个是小天使。哦，购物台小天使，我要当仙女。好，OK， 继续讲。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要把握时间呢、欸。对，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是我的话，如果看到我一定会买。哎，对啊，而且很便宜，重点是它很便宜耶。我还去跟妈妈说，叫妈妈买给我。不用啊，现在就可以买了。真的，我觉得现在就可以买了，而且这个买了心又不会痛。重点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东西都是平价，然后大人男女老少都买得起。蓝牙麦克风，对，小朋友可以买。哎、欸，我真的推荐你先买一个这个，然后买两只这个。你就不用去买什么 KTV 欢唱什么一大的那一种。现在尤其是六日，尤其是六日去唱歌多少钱？你们我就不讲了。所以你们不如自己在家里。而且练歌，请自己在家里练。对啊，有些人在已经直接去 KTV 花300多，就唱歌被人家唾弃。对，然后你看，就是对啊，完全被骂爆，就不要让人家知道自己在家里练得很强之后，出去跟人家。K 歌有没有超级无敌厉害？对对，像爸爸唠就自己那边唱的难听。对，所以他都在家里练啊，他就是他开直播逼迫别人听。OK， 但他就不行了。对啊，所以我跟你真的一次先买两只这个加一只这个，两只可以男女对唱，不然每次在 KTV 都在抢麦克风，这件事情很烦。有没有这样像录音室的感觉？录音室不都一只然后这样那边？对，我们自己这边录音耶，你们这个你下载一些 APP， 一些那个手机程式有没有？他们就可以直接录音进去，然后你用 KTV， 你就这个。麦克风还有开 A 口，然后就可以录音进去，然后就可以直接自己听自己做作品什么的，超级厉害，对，实用，而且又骗人，很好骗，因为它 A 口。你看你们现场唱一段，唱一段什么？你们要听什么？我就怕你们害怕而已，不过我们是不怕再唱，我们是不怕，是怕你们害怕。害怕，对，我们不害怕。就可能说我们唱一唱，就你们就离开了这样子。对，可是还好，我觉得他很难。只有今天九九还没到，九九那一天是另外一个节目，是另外一个。那今天的话是3C产品特惠。对，就是只有我们今天讲直播的这两样产品，就是他我会在看，我真的觉得很酷。特价。想买的话可以点我们的贴文哦。对，贴文上面有连结，而且今天有特价，所以我跟你讲，平时买一只这个贵松松，然后你今天又要买个两只。孙仲谋叫你唱一段泡沫。美丽的泡沫。OK。虽然一插花火，你所有承诺全部都太脆弱。爱粉丝，然后嘞没有歌词，不要这样子。我没有歌词，我再教大家用一次。对，我们再教大家用一次这个东西，多么厉害！就是好，这个 echo 好大声。可恶，这个小编，你这是怎样音浪太强，不晃。小编说：“雅雅，你唱给你听。”哎呀，对，然后就是连上嘛，就是 AirPlay， 然后这个，然后连上电视之后，它就会有画面。我想要唱《痴情男子汉》。好，心爱 A， 好，我点。心爱 A。我知道了，我打到重庆了，好不好，自己？你可以说说话吗？你说我吗？对，说，跟他们聊天。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抠深深，这是可以的吗？你看我现在好痛苦哦，因为我要很大声，这是可以的吗？又不能很大声，这是可以的吗？可是拿他很敢唱。好啊，你看后面就有这个，有没有很厉害？这个家里 KTV 完全就是跟 KTV 一模一样，对不对？对，然后就是你用一支麦克风，然后这样连上去就有了。我是爱你爱你爱，然后就这时候自己可以自备沙林，有没有？然后这样。心爱的，我能开最大。Oh my lady， 自己遥控器可以把它调大声，对不对？你不要吵到邻居我就好。啊，你是我的亲生爸爸，因为我发现我的音量大声到我不需要麦克风。爱的抱抱。我看你胸口的爱的一条路，我决定要予你来对我吃苦。蔡小虎伊嘛甲我同款，爱你。对啊，只有今天哦，不是今天，是现在。
Right now, OK， 赶快。手机的那个软件。手机 YouTube 哦。我们是你从 YouTube 上面直接找说 KTV 版就可以用了。对，你可以直接在上 YouTube 上面搜寻，就是 KTV 版，然后像想唱什么歌就直接打 KTV 版，它就不用像以前我们还要就是以前大家那种伴唱带就还要自己上网去抓那些 MV， 然后都输入在里面，然后草包。现在你来照一下，你来照一下，你看我这样有没有很像？要问一下小编，我这样有没有很像在 KTV？ 你看我有这个。这个这么厉害的东西，我说还有一支麦克风，我还可以调 echo 它的大小，所以它其实真的是很厉害的东西。爱的抱抱，爱你呀，我爱的抱抱。好，换回来，换。好啦，那纯属他手机的问题。对，那纯属我自己手机的问题，就不要太介意啦。嘿。那你们有人要问价钱的话，记得就是在文章内啦，你们可以去点链接来看喽。就这样点了，我刚刚差点直接。Right now 有折扣，这怎么用？你是说麦克风还是说这个？这个真的超简单，就是这个真的是没脑的人都会使用、欸、如果你还不会用，这个就真的是没脑，因为东西只是插进去而已就可以用。对啊，我要再仔细介讲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因为它这个就是遥控器黑色那只借我一下。它这个东西啊，这个这一盒有没有？好，我们小声一点。那我把这个弄下来。我告诉你，这一盒我们这个里面的线这边插什么？像我们刚刚有讲嘛，先插上来，插上来只是一个东西插进去。对，它插进来，然后它来看一下哦，它上面有个我们遥控器都会有个什么讯号来源嘛？我们讯号来源来七点。哎、欸，有人说点进去还是原价？我们讯号来源按下去之后选这个 HDMI 2， 选一下这个东西点进去有没有就可以开始做 WiFi 的连接这样子。对，然后它其实是很简单的，然后再输入 password 就是对，还是先连它是先连它的 WiFi 就是 password 那个东西嘛，它的密码嘛，密码就是它上面旁边也都有，对，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容易。对，那记得手机还要再连上，我刚刚我的 iPhone 是这样用的啦，这边嘛。哎、欸，真的没有看得到，你到时候你的头。哎呦，只有看到，只有我一个人看得到，是不是？对，就你看得到。好，对不起，iPhone 打上来嘛，这边有个东西嘛，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去连电视，就有了。所以其实它的步骤是很简单的，而且又是很快速的。所以我就说，直接快速变成可以唱 KTV 了，阿公阿嬷都会用。对，而且阿公阿嬷平时在家无聊都没有事情做，你就唱让他们唱唱歌，快乐一下好不好？自己拿麦克风，哎、欸，这很简单，这个就是。点下去就可以了，对，点下去就可以自己唱，就是好晚上就是小声一点，它是还可以调小声这样子，对，它声音都可以调，你 echo 不要回音这么大的话，你也都可以调。如果你很会唱歌 ，echo 就哎、欸，好客制化的东西哦，怎么会这么厉害呢？它可以调那个，对，有点一到十的概念，一到十吗？对，它就是这样子啊，有点，就是对，你自己去调那个手感这样，对，你的手感。有没有很厉害？你们不然我问你们，我是觉得麦克风可以买两支、啊。你们觉得？你看我们这样只有一支，我们两个人抢着拿，等一下，你们觉得今天我们介绍这几样东西，你们最想要哪一个？我们来互动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讲这么多，我们自己觉得很好、很喜欢的东西，那你们喜欢什么呢？婷婷卖多少钱？卖多少钱我吗？我卖多少钱吗？经纪人。啊，这个两个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对我们这样，就我们刚刚介绍好，包括 VR， 你们最喜欢什么东西呢？而且我觉得它颜色好好看，它好像不止这个颜色，对不对？它好像有好几款颜色，我像这个是香槟粉红色，像我们昨天就有看到粉红色的。对，它的颜色是可以挑的吗？颜色的话，卖场都有，可以搜寻一下皮拍卖。快点去搜寻虾皮拍卖，因为像拍卖、啊、我之前看到有粉红色，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香槟金，我觉得好好看、哦、也很美哦。对啊，它就是你搜寻这项产品，然后它下面也会有很多颜色嘛。他们加入购物车的时候可以选颜色这样子。然后、那个、看我都很会用虾皮，哎、欸，而且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就直接在手机上面看。哎、欸，他们都说麦克风，有些人说传输线，有人说两个都想要。不是我跟你讲，传输线很酷，因为它实在太简单，插下去就可以用。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容易在手机上面就可以搜寻电影或什么来看。是，那其实你只要直接传输，就是这个直接连接上去手机，你也可以在电视上面直接点要看电影，直接看电影、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好方便，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真的，因为你不觉得在电手机下面看电影很可怜吗？然后去外面看电影，而且会这样坐骨神经疼，坐太久这样哎。对，所以我们可以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嘛，可以吃着自己想吃的东西，不一样的姿势有没有都可以不影响。然后电视这么大台，家里电视买那么大台，是不是就是要用到啦？是不是？大家喜欢麦克风哎、欸。
对，因为麦克风它其实也是真的很好用，像我知道现代人都大家都很爱唱歌，而且我跟你讲也很酷，我其实这个待在那个车子上，你们出去玩嘛，像我们上次跟佛系，我们几个在车子上我们就开了，然后我们就开按放音乐，我们在车上里面超嗨，然后之后出去玩，然后像我们去那个海边玩啊，还是去干嘛，就是去跟朋友夏天去度假什么，带着这一支去，然后手机放个音乐，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唱歌，哎，超嗨，去野餐什么的，而且它只要连蓝牙，然后手机连蓝牙还可以把它录下来，所以如果你们开直播，就是什么有的没有的，你把它插上去，然后连个蓝牙，哎，这样录。卖场连接在 TV 上都有哦，快点快点看卖场连接，先点进去看多少。而且我发现大家都很爱骗我，因为 我有一次就很好笑，我就开直播，我就录，我就他们就说呀，你唱歌好好听，好好听，赶快唱。嗯，我就唱了，然后之后大家说好好听，我就唱得很爽。嗯，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好 听这样子。结果我自己，然后有时候想说我来听一下我自己录的到底是什么样好了。嗯，结果超可怕的，你这群骗子，我唱歌比较可怕，他会唱很嗨，吓死了。我在家里好好练一下，再练歌。粉丝都是为了讨好我们，然后就是讲嘴甜这样子，虽然我们嘴甜，我也很快乐。对，我喜欢沉浸在旁边，我们就是追求你们对我们的那种快乐感，沉浸在旁边，就只会欺骗自己这样子。哎，我真的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它还有什么颜色、啊？玫瑰金，它还有粉红色，它上面有很多颜色。就他们，你们直接去搜寻这项产品，它就会告诉你它有什么颜色了，好不好？有蓝色吗？我们在这边就不跟你说了，它就是让它去可以试唱一下给我们看，可以啊。来，我先跟你说，它就是按开，这是。打开，噔噔噔噔，听到这声音就是你开机，然后噔噔，这是 echo， 你看、啊、这个来英文教学 e c h 哦 ，echo 就是回音的意思，对 ，boy v o l 都会有声音，而且你们就算买回家，你还是不会用，因为它上面基本上讲是没有人不会用，然后再来它还有那个说明书，你看它 echo 好棒，奇迹男主哈哈哈，哇。跟平时他那个魔音传导有点不一样哦，哎，真的有点不一样哦。他不要唱太大声，他平时唱歌不是这样，真的有 echo 就是不一样，就是要有 echo。哎，这个很红哎、欸，这我常看网络上很多人在推。对，我也看到超多人在推，因为现在大家都超爱唱歌了。是。谁不爱唱歌？就算唱很难听，就很爱去 KTV， 都会有些人唱歌明明很难听，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给我点歌、查歌，就想揍他。就是。来，婷婷唱。哎，我要唱什么？不知道哎、欸，就唱。我要唱什么？你们一直要我唱，我要唱什么？可是我是真的觉得这很酷、欸，因为我想要看电影，我想要买这个。对，我觉得我想要看电影，这个、所以我想买这个。好啦，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哎、欸，记得九月九号有一个酷很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九月九号哦，九月九号哦。什么东西你们知道？除了记得这件事情，还要记得我叫唐婷婷，她叫雅雅。嘿，没关系，文章里面也都有我们的粉丝团、啊，大家去下载虾皮。的 APP 程式，虾皮拍卖，拍虾皮拍卖的手机程式 APP 购物这样子。我们今天九月九号，虾皮九九购物，还有行动购物。行动购物节嘛，对不 对, 对？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两样产品是有折扣的哟，赶快去买。对，那今天谢谢大家来的时间，愉快时间对，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比较快一点。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直播啦，看我们两个在那边冷消微，然后在那边发疯这样子。谢谢你们要继续支持虾皮拍卖哦，对，超强的，我超爱在虾皮拍卖买东西。Bye.